OK，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大老远把文件带回来给你，就是为了让你把我派去另外一个有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实验室里面，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意思齁。哎，看着我，不要不敢看我。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跟西德洛维奇对于这个胶脑器这么感兴趣，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我是说，你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酒保啊。哈，好吧，所以看来他不打算理我们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PDA， 找出 X6 实验室的文件就在阳塔。我们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跟我们去寻找 Sherlock 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不过老实说，我现在真的没有一丁点兴趣去找这个什么实验室，所以我打算先做一点支线任务赚赚钱。首先是这个杀死潜行者，剩余时间三天在农业研究所，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还记得在94年那些勒索者是如何逼迫我，他们是这样说的：把东西通通交出来，活计。我那时日子真难过，以前我可是拥有一家餐馆和所有东西，可是那时都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们对抗。现在我发现同样的盗贼就在农会里，正想从他们发现的那个装置弄出一点油水。不过现在我可以做些事情了，我甚至知道他们就藏身在什么地方，帮个忙好好惩罚他们。好吧，没问题。 OK， 然后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农业研究所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所以那我们看看可以带什么样变态的武器去对付他们。我上一次买了非常非常多的 7.62 乘以51毫米的弹药。对，大概有40发左右。不过我这一把，等一下哦，我这一把是用什么样的弹药啊？不是这个，它是用 7.62 My information might well be of use to you, Scott. 好吧，我这把弹药好像还是不多。Ничего, нормалёк. Прорвёмся. 他也是用 7.6 乘以50吗？Я же тут вон сколько неба копчу. И я, и друганы мои. Прорвёмся. 到底是用什么？Come here. I've always got something interesting for people like you. 好吧，算了，搞不懂了，所以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一把好了。OK. 然后趁现在，让我们丢一点东西在这里好了，不然我怕我们负重没有办法负荷。首先，OK， 差不多先这样。我们一下负重掉到了42.7，总算。
OK。А все-таки накоплю я на свой домик, чтобы у речки и лес рядом. OK， 好吧，让我们出发吧。事不宜迟，出发前先存个档。OK。然后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如果我们又要回到农业研究所，我们必须再一次经过废弃区。这真的是这一代地图非常难搞的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真的很不方便。然后好吧，我们很久没有来玩竞技场了，既然我们现在有时间，来吧。哦，等一下，我弹药不一样啊。What？ 这一次有几个人？还是一对一吗？我希望他们没有什么手榴弹之类的。哦哦。What？ 哦哦，我赢了，好吧。哈。然后对，记得拿我的东西。全部拿取。对，我在干嘛？我在耍白痴。OK。等一下，为什么我负重？哦，没事没事，我还以为我又负重过多了。好吧。Get out of here, stalker.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先在这里睡一下？现在几点？晚上六点。OK， 没错，果然我们应该先睡一下的。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Nice， 这里有一双床。那我们睡到清晨好了，天一破晓就出发。OK， 食物食物好像也剩不多了，天哪。是不是应该先买点面包啊？但是又不是很想花钱在这上面。OK，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雾气非常非常重。我本来期望一觉醒来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的，但是这里可是特意区欸，你不能要求太多。OK， 我希望。那些狗不要再来找我麻烦。
啊，我这把枪真的很烦，真的很废。究竟是我射不准呢，还是这把枪？OK。好。What the fuck？ 没子弹？真的假的 ？What？ 啊！哇哦，点四五，我记得我点四五不是蛮多的吗？啊，没关系，算了，无所谓。啊！你要去哪里？啊！真的非常讨厌。狗尾巴。我听说这些东西可以卖给科学家，会拿到比较好的价钱，而不是卖给贸易商人。我听说啦，我不是很确定，我从来没有仔细 check 过。那位，跑跑跑跑跑！哦、oh, ，nice！ 现在负重没有过多了，我就可以无限冲刺。啊、真是美好。OK， 我们又再次回到飞机区了。今天真的雾很大哎、欸！天哪！来看一下 PDA， 我们现在。那这，哈，各种各样的补给跟隔离力的东西，好吧，看来我们要回到车站的附近。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劝纪律团的人去占领那里。对啊，老实说，独行者真的完全无法跟强盗对抗。他们不断的占领，然后又被击退，占领，然后又被击退。OK， 肚子又饿了，真的假的？OK， 你们是，你们还没有攻击我，你们应该是。What？ 为什么我的 M 十六？
的 M16 为什么没有？瞄准镜，而且这个也不能装上去。What the fuck？那我原来的瞄准镜呢？是这个吗？哦，哦，没错。哦，好吧，吓我一跳。OK。Hello。废马舞者。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吗？新闻谁在乎他们说什么？你不能相信每个人说的话。举例来说，有些人说他们来自内部区域，有经验的潜行者带来一些没有人见过。OK， 等一下。啊、哦，又是手榴弹。哈哈。No。哦，这么远我居然也射中了！哦，我 ，what？ 啊 ，seriously？ 真的非常非常令人讨厌，你知道吗？我决定不要走车站内部了，我们直接从外面绕过去，然后存档。OK， 让我们小心一点。Nice， 我们有围墙保护，哈哈哈。哦，肚子饿，对。我发现奔跑好像真的不是太长，奔跑好像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会增加你肚子饿的速率。我现在身上其实食物不太多，所以，OK， 我们先确认看外面有没有埋伏。应该是没有。OK， 突然平静下来了。强盗又再次获胜了吗？哦哦，刚看到有人跑出来 ，What the fuck？ 我觉得强盗会一直赢，是因为强盗哦，吼吼，是因为他们有手榴弹，你知道吗？我现在好像没有见过独行者有人会丢手雷。Come on， 出来！我已经今非昔比了，你知道吗？我的武器跟我当初第一次和你们对战的时候，完全是不同档次的。
我这把武器伤害还不够吗？刚刚一发居然没有办法直接干掉他。OK， 存档。先让我们找个有掩护的地方。哎。我的直觉是跟我说，敌人应该都被我干掉了，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直觉说，不要相信你第一个直觉。OK， 好吧，基本上这些强盗身上的装备对我来说已经跟垃圾没两样了，但他们身上还是有可能会有食物之类的，所以我还是得搜刮。饮料也不错，绷带。OK， 我又得到一个新的藏匿物讯息。巴士中的潜行者背包，废铁厂弄储存库。哦、oh, ，nice！ 好 ，OK， 存档。然后这边理论上会有一个藏匿物。哦，来的粘虫 ，OK， 不客气的收下。哦、oh, ，nice， 一箱爆头。还有一个。这把 M16 不能消，哇！这把 M16 不能消音，真的有点可惜。Come on！
OK， 还要去哪兒？哇，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射到。哦、oh!。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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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真的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他们一直不断的派援军过来吗？OK， 这边我记得刚刚还有一个，到底在哪？嗯，好、，nice。OK， 我刚刚是不是捡了一个？嗯，好吧，没有。OK。OK， 理论上这边应该有一个藏匿物。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忘记把我探测器放回去了。觉得好像还有辐射。然后我负重又过多了，真是想不到，我才刚出来没有多久。抽一根烟，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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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0.5，哦，听到强盗的声音。No。
不要往这里丢手榴弹。OK， 到底在哪？我什么都没看到。OK， 你知道吗？不管了，我要杀人了。哦，好，没有，那是尸体。慢慢来，慢慢来。你知道最让我感到头痛的是什么吗？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又要再跟他们打一次。现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每次经过这里都 ……OK， 不管 ，Let's go。OK， 农业研究所。好吧，我们在这里需要……这个是干掉潜行者，这个是摧毁强盗营地吧？那这个是什么？藏匿物。OK。现在已经到了目的地，我想是时候把我们的武器拿出来了。No. 这个隧道搞不好可以通往废弃区哦。虽然地图上没显示，但是不一定代表不行。我才正要说，目前听起来没有什么动静，马上就，OK， 不确定这里是谁跟谁在对打。
哦，那声枪声听起来非常非常，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独行者。OK， 听起来好像是。What the fuck？ 警报。OK， 让我们爬上去。哦，突然想到，其实有可能是军方的人，不一定是强盗。没有，好吧，看穿着应该是强盗。No， 爬上去。好。OK， 应该在这附近。他是射我吗？有可能。没错，应该就是正前方这群人了。迫不及待想试我们的新武器了。我说实在的，他们也太分。你又是谁？军队的。哦，所以军队在跟强盗互相开战。像我有必要介入吗？看起来强盗完全被屠杀。强盗都死光了，我还要执行什么任务？好吧，我要下去看看。存档。
然后这边好像有个藏匿物，但是我印象中这个藏匿物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所以我猜我现在应该还是找不到。难不成是这瓶酒吗？不太可能啊。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异变点。OK。这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哦，他藏的还挺隐秘的。好吗？哈哈，就干掉一个家伙。他就叫我回去领奖赏，好吧，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进行过最轻松的工作了。多亏了那群军队的家伙吧，我猜。OK， 你们是强盗没错。食物 ，nice。这应该还有一具尸体吧？算了。OK， 然后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这个，往那个方向。那我们慢慢的靠近好了，我可不想被那些军队的看到。哦哦，啊 ，OK， 啊 ，What the fuck？哈，这里跟我印象中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他在 ，What if? What the fuck? 好吧，先让我们烦恼，我们要怎么下去？
而不会踩到一边点。OK， 你不要跑，他上来找我了，对不对？好，没有。啊，肚子饿了。然后为了避免辐射，让我们放上更多的火球。哦吼吼，这感觉不太妙。我怀疑这个目标它到底是为什么有办法可以在这个沼泽里面存活这么久？毕竟这里到处都是怪物跟辐射。好吧，不过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家伙会打算住在这里？他究竟是怎样的疯子？到底要怎么过去？完全没有意愿直接穿过去。沼泽到底有没有毒啊 ？OK， 好像是安全的，好像又不是，我不太确定。OK， 应该在里面。Oh no no no！我们可以跟他好好谈谈吗？还是我们就是一定得杀了他？Hello， 你是 ？Please。OK， 我不会开枪，但是 ，Hello， 大兵斯铁青，别开枪，兄弟。OK， 对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我躲藏在这里，我不想惹任何麻烦。在躲什么？我来自部队单位，他们派我进入地下墓穴来看看基地下方发生了什么事。下面可真是地狱，我告诉你，我是唯一逃出那里的人。每个人现在都死了，我不想回到基地。那些混蛋总是利用我们来填补这该死兵役区里的所有破洞。好吧，什么地下墓穴、地理通道，他们围绕着研究所区域。我会告诉你入口位置，我自己并没有地下墓穴地图。OK， 你知道他们把文件放在研究所什么地方？总部研究所三楼。他们收藏那些该死文件的地方，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
拿到那个份文件了，不是吗？但那边有一个任务在进行着，白天时区域队伍巡逻，晚上没那么密集。我免费告诉你这件事，你想进去里面，你必须从地下墓穴进去，别想从大门。那 OK， 我已经知道了。好吧，你现在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军方的逃兵，我也需要逃出便衣区。当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垃圾中有一部OK， 不会念。垃圾中有一部汽车就对了，它几乎可以开动，我花了半小时把它修好，但该死的上尉把它据为己有，宣称根据规定这部车是属于他的。他把它开到路上，并在雨中把它丢弃在大门边。如果我可以拿到这部车，至少搭着轮子逃亡会比较安全一点。好吧，如果你成功修好这部车的话，可以稍微借我用吗？有趣的是，军队里的人都忙着寻找挖掘。以前飞行器只用来飞到羊塔保护科学家、运送补给还有技术物品，但现在他们确实开始入侵这里了，计划着所有的探险，开着 APC 四处跑来跑去。他们已经跑到了农会跟黑暗山谷去了，我真是搞不懂他们。好吧，交易，手榴弹对没收。OK， 好吧，拜拜。Shoot, please。说实在的，这个任务是谁给我的？杀死潜行者。是酒保给我的，还是西德勒维奇啊？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想要这个家伙死？好吧，我不知道，不过我不打算杀他。对，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他就是逃兵而已，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让我把一个无辜的人就这样杀掉。我可不是那种杀人不眨眼、为了钱什么事都很干的家伙。虽然也快差不多了啦，不过对我还是有我的界限的。